生着有种诶高官啊无？哦。那就是后来撞的重点。对，有三。还有的呢，哎、欸，这北鼻是有够大只的呢。对啊，怎么会那么大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啾啾，全部都买鸭子在那边。歪嘴歪是什么意思？应该赞啊。歪嘴歪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感觉老气。
进去里面看。这就是平薄，平薄。棋盘角。这是什么？这个球啊，还是套在这，然后把它喷沙，喷一喷坚硬的地方就是了。看我们今天做那个龙椅，那个就是了。你看，以前我们家也有这个。哦，啊哈。
们讲嘛。放在这里来嘛。